Hello， 大家好，朋友好，我好荣幸今次参加亚洲神童张雨成 Jackie Chan 热烈演唱爱国情怀歌曲《中国的巨龙》，支持北京冬奥，热烈唱友谊的光彩，热烈支持北京2022年冬奥运动会。亚洲神童张雨成从小爱国爱港，13岁成功创作爱国爱港歌曲，唱好祖国，唱好香港，感动大家。在国内被市委书记、公安局长及政协人员颁发的最佳荣誉奖、最佳勇气奖和最佳优秀歌手奖各奖项，官方称为亚洲神童爱国歌手。亚洲神童张雨成13岁被国内官方称为亚洲神童爱国歌手。亚洲神童张雨成13岁就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会员，是亚洲最年轻的音乐创作歌手。亚洲神童张雨成热爱祖国，热爱香港，爱和平，用歌声唱出美好的明天。亚洲神童张雨成正面正能量，发热发光发亮，像太阳升起满天红，燃亮我们，春满人间，彩虹骄阳，我们发光发亮。亚洲神童张雨成鼓励我们，是我们的学习的好榜样。亚洲神童张雨成13岁感动我们，香港各大学及大专生颁发的大专生最喜爱新人奖，是学界红人，大受欢迎。亚洲神童张雨成13岁在54青年节被市委书记颁发最佳荣誉奖、最佳勇气奖。亚洲神童张雨成13岁受香港传媒及各界人士喜爱及欢迎。亚洲神童张雨成支持祖国，热烈支持北京奥运会，创作出奥运歌曲《友谊的光彩》，神州大地尽颂谣，振奋五湖四海显欢欣，大受全国欢迎。在2011年，亚洲神童张雨成支持世界学生运动会，创作爱国歌曲《中国的巨龙》，大受欢迎，获官方邀请到北京。亚洲神童张雨成在我们的祖国万里长城、鸟巢、天安门热烈唱出爱国情怀《中国的巨龙》歌曲，伟大的精神鼓励每一个人爱国，品德高尚，唱出美好的明天，获国内官方称亚洲神童张雨成爱国歌手。在2016年，亚洲神童张雨成被国内文化广电局邀请创作歌曲，唱出真人真事、传奇人、正能量，歌曲非常励志路上，歌曲秀丽动人，翱翔高飞，腾云驾雾，春满神州，福星高照，万事得意，可喜可贺。亚洲神童张雨成爱国爱港，鼓励每一个人都爱国爱港。亚洲神童张雨成爱国爱港是英雄人物，不怕网络欺凌，不怕乱港分子来欺负，不怕坏分子来欺凌，不怕乱港分子，不怕疫情变化，不怕风雨。亚洲神童张雨成热爱香港，热爱祖国，创作爱国歌曲，字字句句带着千军万马，骏马飞扬，策马奔腾，我们的祖国永远散发光芒，超越时空，超越太空，爱和平，龙的传人，创未来，创出美好的明天。亚洲神童张雨成创作的歌曲令人着迷，今天不回家，今夜不回来，我们一起来正面正能量，热烈支持北京2022年冬奥运动会。我们的朋友高歌快乐，北京奥运圣火灿烂艳阳。亚洲神童张雨成创作歌曲鼓励所有人正气正义感覆盖天地。爱国歌手亚洲神童张雨成在腾讯网上有15亿点击率，广电局颁发奖项正面正能量好榜样，但是有坏分子在网上网络欺凌欺负亚洲神童张雨成，
惡意捏造，有心損害愛國愛港人士形象。亞洲神童張雨成在網上網絡視頻的點擊率被不愛國不愛港人士破壞，又所有倒退攻擊個人網站，阻止愛國愛港，戴著黃色口罩來到張雨成家門口來高叫不准張雨成唱愛國歌曲，阻止愛國愛港。在維基百科資料全部是假的，在香港網絡大典資料全部是假的，不愛國不愛港分子在網上所有網上網絡欺凌欺負亞洲神童張雨成和家人，誤導大家，又叫黑媒亂寫亂報導，誤導大家。大家不要瀏覽維基百科和香港網絡大典，因為維基百科和香港網絡大典有不愛國不愛港人士在這裡操縱，叫改正又不理會，繼續詆毀愛國愛港人士的形象，陰謀企圖分裂祖國和香港，在網上網絡造謠散播，極大傷害，破壞形象，人言可畏。我們大家一起將病毒清除，我們今天好，明天更好。亞洲神童張雨成，我支持你，英雄人物，愛國愛港，正面正能量，是好榜樣。我們的驕傲，東方之珠更美麗，我們的祖國永遠散發光芒。我們支持愛國歌手亞洲神童張雨成，請大家瀏覽網站 www.jackymusicsing.com。 我是亞洲神童張雨成其中的一位老師，我是愛國愛港人，我是許老師。我們大家支持我們的祖國，支持北京2022年冬奧運動會，支持亞洲神童張雨成 Jackie Chan 愛國歌曲《中國的巨龍》，奧運歌曲《友誼的光彩》。北京，我愛你，我們的祖國永遠散發光芒。
来交心，是来敷衍，同一个梦想，同一个快乐。Forever memories, forever memories。夜里的蝉，你整棵树吹了两季，快乐呼唤友谊万岁。月里的鸟，不论你来自何方，不论你来自何方。北京奥运生活，我无恙恙，美我令你着迷。今天不回家，今夜不回来，我爱你一起来，我的祖国，永远永远散发美丽光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